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瞄准北京时间10月16日0时23分发射神舟13号载人飞船。飞行乘组由航天员翟志刚、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，翟志刚担任指令长。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。航天员王亚平执行过神舟10号载人飞行任务，航天员叶光富是首次飞行。